服脱了，热了，我到里边再接着脱，上衣也脱，把两个保暖裤脱掉了。这天真挺热，因为早晨很早就去移民局嘛，到那做翻译，穿的多，这事中午热，脱。脱一堆衣服。哎，我这有个塑料袋，我带了一个塑料袋装这些衣服，穿这一大堆衣服，一个衬衣，一个保暖内衣，两条保暖裤。我找塑料袋给它装大塑料袋里。带了一个塑料袋。看，还有个马甲，看，还有个棉马甲。看，这一堆衣服。这边是个透明塑料袋，还是个透明塑料袋，透明塑料袋。这衣服也太不雅了，这哪个带上点啊？行吧，行。今天我是带着这个包，带了好几个手机。11点，现在是11点。我应该研究一下无线耳机了，但是我觉得无线耳机有辐射，可能是。一大兜衣服，幸亏带个塑料袋，喝点水然后就走了。这一大堆衣服回头瞅一眼没落下啥。一大堆衣服，喝点水走了。
今天没带水瓶啊，因为去移民局嘛。进水了吧？这个是不是进水了？这个麦克风，老外不怕晒，老外。啊，走了走了，离开唐人街了，离开唐人街。这紫外线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，尽量少接触紫外线，偶尔晒晒还行啊，没有阳光也不行。但是你看他们打扑克就跑那个阴凉地方打去了。欧了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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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大堆衣服，旧金山这天就这样啊，到中午的吧，这一大堆衣服脱下来。